的坡鲁家园也会越来越美好。清明，融入自然，感受天地灵气。清明，慎终追远，感受家国情怀。四月五号，中文国际频道推出清明特别节目，直播恭祭轩辕皇帝典礼，走进民族精神闪亮坐标，展示美丽中国勃勃生机。传奇中国节，清明，敬请关注。